相比以往幼儿背包的简单而言，萌宠系列具有更多的设计感，色彩斑斓。蜂巢海绵透气的背板，长时间背负也不会觉得累。书包的主要材质是聚酯纤维，耐脏耐磨，不沾灰。左下角 logo 处兼具夜间反光功能，金属的拉链头给人提供一种可靠感。小雨打在包上会整颗滴落，不易下渗，有荷叶聚珠的效果。附带可插入课程表或者公交卡。从整体书包形象的嘴巴处打开，增加一定的趣味性。内里就像动物肚子一样耐装，满足学习所需，